先关，刚刚自己掉下来的，再开。往那边跑看看，谢谢。再关机一次，再开，再开，还是有啊。里面还是正常，还是不能录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录。现在录影项目跑出来了。那都行了。掉下来，掉下来就要再关机了，掉下来就要再关机。再开，这不能录了，好像不能录这样子。可以，也可以录了，录到了。啊，录到自己了，这样子录到自己了，啊，坏了坏了坏了，坏了，两个电视上撞树了，完蛋，撞树了。刚刚可以录，又忘记录，现在可以了。但是以后还是都不会回，哎，关了，装到以后就是没有全开不行。不走，重开。正常吧，没有摔伤吧？越没力了。自己掉下来，不是要重新开机的。
会。奇怪嘞，爱会不会都随便你的呢？不是随便我呢。可以了，又可以录了。但是你不飞啊，没办法。不飞嘞。一条啊，手机有问题吗？重盘的不要，如果吹，好先关一下，去过热。先休息一下，手机过热了，没办法操控，先关一下，先休息，再玩一次看看。哦，又可以录了，好，就录你。往这边冲，往那边，人比较多，不好玩了、哦。刚刚又不能玩。正常啊，动它它就下来，不要动，动它它就下来。这里有草不能起飞，过来这边没有草了，没有草的地方才可以起飞。等一下。好像没有，快没有电了。掉下来了。啊，这里没有草，可以再起飞看看。Yeah.
Cái xe này chắc vừa con. À, 不容易，也不容易起飞了。摇一摇，看看关机了，先关一下。动一动，平平平衡了。平衡，让它归位，所以要是啊，再开关，好，起步。还是不行，没事。不要动动动，真的，别太帅。中间两条波撞到，那个 OK。应该翻转一下，平衡。这里比较没有草，刚好。这施工路。这也不行，再关机。关下机，每次自己掉下来都要关下机了。转一转，再开，主机啊，再开，可以啊。操作不对啊！这应该红头一边了，红的又飞过来，对风这个太轻了，因为跟北风，今天风比较大，所以方向也比较不好控制。对我们这初学者哦，不容易控制这个方向。再试试看看。录下来，给他录一下，调我们录个全景，啊，啊，撞树，等一下是不好操作了，撞到外一边了。这个撞到那个而已。但是也是一样，要关掉重开，先关。往那边跑，这个开机，慢慢缩形。不能线。不是这个小型的那个练习那个，我们这里有点这个不像，不是了，这种大的才是空拍机啊，这个不是，嗯，因为这里有限制的感觉。这边哦，对对对对，因为航道，航道这哦，这里也算航道哈，对，没有那个飞弹，这种也不会的，这种也，我们那边还有飞弹基地在，所以哦哦哦，对，这种会不高啊，一点点，你看一点点而已的，
会一点点，来练习啊，我刚买来练习啦。一点，因为我们人比较多、哦。我知道，这等一下人多我就不玩的、啊啊。嘿嘿嘿。没力了，摔车了，摔机了，差不多了，还有在闪了，还有在闪了，先关好了，关起来再说。这也是航道，航道。再开机看看能不能玩，不能玩我就回去了。对啊，开机就回去了。那没再亮，没再亮了。真的没电了，不亮了。好，不亮，回家了，收了，收起来了，收起来了，这个关机了。关了，这个还在录啊，还要录影项目。啊，他们收了，收起来。回家了，南港公园了。北面大门这一边的人比较多了，不好玩了。哦，车子放在那边看得到，刚好看到那个。